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樊峰。那么今天呢，要来玩波斯王子啊，这个老东西啊，各位，今天来怀旧一下这个垃圾，不，这个是老游戏。我刚刚说了什么？你们就当做没听到啊？什么什么乐什么啊？这个，你们没听到任何东西啊？Look, we are nearly home. 然后就被打脸。被攻打了，一脸无法置信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家！完成了。And the people, merchants, 这个画面，beggars, fishermen, 哦，天哪！好久没看到了，哦，干还踹了一下，要带走就赶快带走，你还给人家踹一下，怎么回事啊？干什么 B1 是什么？我只有那个方形啊、叉叉啊、三角形啊。完了，才刚开始就卡关了，就因为看不懂按键要怎么按。这 PS4 摇杆完全对不上啊！啊、哦、，R2 啦，北七哦，什么是 B8 哦？跳下去应该不会摔死吧？哦，干，下戏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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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烫！有了，记忆如潮水般涌出，有了，记忆回来了，各位，我会玩这。我话先别说太早好了。什么？我会玩这游戏的 ？No！这个记忆还没恢复。抓住！是这里，没错。下去。Boost！ 看，按错，别急。干，怎么按啊？不行啊，操作不慎啊，各位，太久没玩这游戏了。我记得我玩这游戏是10年前的事情了，现在回来玩，感觉那个操作好僵。暗叉原来如此，暗叉，哎呦，原来是暗叉叉啊。嗨，我一直摔死，原来是因为我按错了啊！很差，操作行云流水，赞哦！终于知道怎么操作了。我记得这个记录点，喝水。我记得这个超经典喝水记录。然后这个游戏可以刺杀，可以暗杀。他的攻击战全 ，E force， 按三角形，真怀念呐！好险他有出在 PC 上哦，不然我可能玩不到了。错，哦对，喝水就可以回血，路边随便一个水喝一喝就可以回血。烧死的人，很多敌人。干他妈这个白痴！干自己把自己搞死，笑死我了！哇，以前的游戏啊，这个游玩性质还是比较大的啊。什么画面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好玩就好啊。干什么干什么？跑！我记得我以前刚开始在这边玩死很多次，
而现在应该又要重现那个场面了。不要摔死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！我的！你射杀小了，我警告你，别逼我，你们都在逼我，干杂戏王子，干笑死，在那边翻来翻去，停停停，果然啊，童年啊，充满了欢乐，好了，各位，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游戏就先玩到这边结束啦。哇，怀旧怀旧啊！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一个喜欢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么我是帆风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